内蒙古住建局的一小步，也许是房地产公开透明的一大步。我相信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大家都看到了，青岛110平米的房子套内只有61平米，46%的公摊面积。最近内蒙古住建厅答复内蒙古自治区政协12届五次会议王凤华委员关于规范房屋公摊面积的提案称，委员提出的在商品房交易中使用套内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对维护老百姓切身利益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内蒙古住建厅将取消公摊面积的建议列为近期急需修订的立法项目，建议上报住建部。关于使用套内面积作为计价依据的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答复说，委员提出的在商品房交易中使用套内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对防止出现公摊面积无序增加，减少购房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维护老百姓切身利益具有积极的作用。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推动在商品房交易中以套内面积作为计价依据工作，积极解决购房过程中套内面积不透明的问题。确实大家都希望取消公摊面积，就是因为它不透明不公平，这些都是人为因素。而至于小区的维护，还有物业费、维修基金、公共收益可以用，只是不知道取消公摊面积以后，公共部分投入减少了，楼盘质量会不会因此下降，房价物业会不会因此上涨。